超时空要塞 Anime 网站对日本上半年上映的剧场版动画进行了调查。面对多姿多彩的剧场版作品，国民口味倒是挺统一地选择了超时空要塞这样老少咸宜的作品。第一位，超时空要塞 Delta 激情的女武神；第二位，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人；第三位，文豪野犬 DADAPPLA；第四位，朝花夕拾；第四位并列粒子与青鸟；第六位，反叛的鲁鲁修；三黄道；第七位，哆啦 A 梦大雄的宝岛；第八位，蜡笔小新暴上功夫男孩拉面大乱；第八位并列中二并且要谈恋爱 Take on；第八位并列机动战士高达 THORIDIN 红色彗星诞生；第十一位牵牛花与加莱同学；第十一位并列宇宙战舰大和号2022爱的战士们；第十一位并列 Infinity Force 再见了朋友；第十一位并列进击的巨人第二季觉醒的咆哮；第十一位并列寻梦环游记终于要完结了，去中物语将会在2018年秋季上映，据说是完结篇的最后一段故事，大家当然都希望是真的，毕竟作者已经强行给物语系列强行逆天改命，多次已经让人防不胜防。跳跳甲铁城的卡巴内利改编的 MMORPG 手游甲铁城的卡巴内利乱开始的轨迹近日宣布将延期至今年秋季上线，双管齐下 Lord of Vermillion 改编 TV 动画 Lord of Vermillion 红莲之王将于2018年7月13日开播。近日该动画公布了最新的番宣厘米以及光碟发售详情，特报公开水环剧场版 Love Live SUHINETHESCHOLIDOLMOVIOVERTHERINBOGAGOLU 特报公开，视觉图公开，此次的剧场版2019年1月4日上映，看这个背景像是意大利啊。声优公布手游改编同名 TV 动画 INTRESSTHANIMATION 近日公布了声优阿成、中岛由惠、萨拉、上田丽奈、杰克、喜山茂雄，官方活动真刺激网盘见的新番《异界少女召唤术》刚刚开播就宣布明年1月20日举办专属活动，本次活动将有水中雅章、秦泽优、和气幸卫、岩牛石、大久保留美、加藤英美里、重七敦美以及森岛优花等。今日官图毫无违和感的夏天少女 From 交叉二日目38B